小小咪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？ Moon Rabbit 是 Rabbit Moon 哦。你刚刚说它是什么兔？玉兔。它是玉兔哦，它是飞到月亮上的兔子，所以是玉兔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借了这本书吗？因为暑假的那个图书馆的暑期阅读，它的主题是跟科学有关的，所以我们那天去听那个科学演讲，他讲了很多太空的东西啊，还有实验的东西。Mercury 或是什么？你是 Venus， 对，你在那个实验的时候，你有帮那个叔叔，你是负责当 Venus 的角色，好像是金星吧？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Rabbit Moon， 所以爸比就选了这本。跟外太空有关的书，我们来看看，很可爱的玉兔哦，要飞到月球上的。A secret dream takes midnight flight。这里怎么有一张小纸条？上面写的什么？你猜猜看。What is it we wish tonight？ 哇，大家都把小纸条折成纸飞机，射向天空哎，这些希望会成真吗？Across the sky, a journey far. 通通飞到月球上了，是不是？这有一个楚哎。Till rabbit turns them into stars. 哇，好神奇哦！小兔兔把这些纸飞机倒了一倒，就变成一颗一颗闪亮的小星星了，真美。一定是玉兔。Wishes fill the sky with light.满天的星斗把星空都点亮了 ，Twinkling in the starry night， 哇！所有的小动物看到这样满天的星斗都觉得好开心哦。Yet rabbit has his wishes too。哦，原来玉兔心里面也有一些希望，他想要什么呢？他这边还有一颗星星，剩下来的这颗星，他想要做什么 ？Time for adventure， farewell moon。结果他不是哎，他穿戴上了那个太空装、太空头套，然后这颗星星要带他去哪里？他离开了月球，他要去哪里 ？But then a pop and a plop， 发生什么事情呢 ？And a friend to help rabbit up。原来他一个人在月球很孤单，他想要找朋友，是不是？有一只小浣熊。给了他一只友谊的手，伸出了一只友谊的手，像我每天都伸出友谊的手，对不对？牵着你，小浣熊也伸出了友谊的手。A warm welcome, a wish come true。所有的小动物都很欢迎这只小兔子哦，它的梦想成真了。And with new friends, so much to do。它再也不孤单了，它可以跟着它的朋友们在地球上生活。Days of play and fun and light fade to dark and peaceful nights. 哇，白天黑夜都这么的忙碌，都有人陪伴呢。不过你有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？一般我们都是到太空才需要戴这个头盔，可是兔子来到地球却要戴着头盔。But look, the stars, where have they gone? Rabbit knows what must be done.星星呢？刚刚不是满天的星斗，怎么全不见了 ？Farewell, friends。他跟朋友们道别，然后他要做什么？你猜猜看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动物们在做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会闪闪发亮的是什么东西？对啊 ，It's time to go home。他们做了一颗超级闪亮的星，送玉兔回到月球啊。On Rabbit Moon, there's work to be done. 哇，玉兔又回到月球上面了，要处理很多很多的心愿，要把它们变成幸运星、许愿星。And then across the brightening sky, one more wish. 哇，还有一个心愿是什么？他居然收到了一个礼物，是什么？望远镜。A sweet surprise， 原来是他朋友给他的惊喜啊。他在地球上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有什么？小猪、小狗、狸猫、小刺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麋鹿吗？还有小鸡，还有这是什么？小松鼠，好多小朋友。你有一罐银河哎，这是我们做的，昨天做的对不对？叫做 Galaxy， 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月球，外太空的那个闪亮亮的感觉。还有一颗星球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让小兔子
奔到这颗星球上面吧。哇，还蛮合适的。好啊，这本就是 Rabbit Moon。Rabbit